比如说跟片区如果比较严重，它的危害可大可小。比较小的症状主要是我们的鼻塞，也就是一侧鼻腔或者双侧鼻腔的不通气。第二点，它可以引起鼻出血，与鼻中的片区导致出血的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鼻出血的原因。第三点，如果出现了头昏头痛，因为我们鼻腔里面很多神经，它可以引起我们的鼻源性疼痛。所以说鼻中片区严重的可以出现我们的鼻结神经痛、鼻根或者头颅的疼痛，有些还比较剧烈，它的危害就比较明显。如果鼻中片区引起我们的鼻窦炎、鼻息肉或者其他的并发症、其他的疾病，它可能就会导致或者严重的一个不适，这就有危害。